现在都觉得很像，当时一定是做了快感，一定是觉得哇，耶，这样子。如果现在再做道歉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像很多人会说，
我
什么就你的小意思形象变成那样，他们的形象为什么好，我才去一场又一场。哇，你们不都很厉害，你们不都很屌，你们不都很幸运。我没有要非得要拖大下水，拖大下水，可是我就一直在思考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谅这件事，有没有放下这件事，有没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了。应该是有的啦，好。我以前在感情的时候也想过，对啊，我也被伤了，因为这个镜头，昨天还是在梦里做的事，你烦不烦？关你屁事！你烦不烦？谁让你讲？你到时候老节目讲。那你当年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对不对？明明在一起，我记得在延吉街上哦，约完会散步，你就一定要走在前面。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《你总在他们面前》。抱歉，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问。他明明就在一起，对吧？跟他分手，还寄了一封信，还把他的署名地方撕掉，我有看哦，骰子，把我骂了一顿，想跟我索性，这都是我的阴影啊。还有那个信讲的也是，还信你就追我呢。那我也举报了自己问题啊，那你就追我，后来突然间又分手，消失，去山上。然后下一次也是神经病，始终不承认你丢不了，不懂啊？这是因为我的坏心里，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。我也不会说两千，我现在大家都在说了，还没有机会，还有很多学妹们，你是大牌歌手啊，点点点啊，所以。这样子怎么样？我们大家都选择愿意放下，愿意来一个，来要说过去的伤痕，谁没有伤痕？谁？多数的人都是从伤痕当中，从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、被伤害成未来的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那就我要讲的当然是完全对不起我所有身边的人，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可是我大概在我人生的时候，尤其是这九年吧，我觉得是，绝对是改过自新，绝对对得起来的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敢去多想，放下他们，然后我的东西也时常就往下打。烧掉吧，烧掉吧，全部烧掉，把我的话都全部烧掉。所有我对这个世界曾经付出的爱，统统烧掉。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脸去见人。我做了很多小事，我做了很多好事，可惜还是不可能，就是。抵消掉，我一定要负责的，一定要负责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走。我刚讲完这些，我是想告诉大家，别人心中的伤痕，不是只有心伤，这些伤痕影响的程度，不是只有因为肢体接触而留下的痛，或者是留下的苦。我妈妈。这几年前通过关系来找我，我在公共电视后台看到一个空姐陪着我见他的一面，没话不说，从来也没再见，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，可是我也不会去说他都几岁了，我跟他说那些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他也是我的生活，永远不会结痂的，他的离开我永远不会放下的。我可以不去想这个画面，那个时间的小娇娇正在
可能搬了两台小轮车，有的开着西美的车子，都几年了，四十几年了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办法上车，我所以现在不就是这样吗？